喽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然后现在拆一个快递，我前两天在阿里巴巴上买的面膜，之前用的面膜用完了，之前买的是这种面膜，这个买了三盒，花了100多，每盒的话是10片面膜，平均下来一片面膜是5-6块钱，好贵的。然后这次买的是在阿里巴巴上买的，买的很便宜，大家可以猜猜多少钱？一共是买了3盒。然后送了一个玻尿酸的面膜，没了，空了。这个牌子的我也没听说过，一共是买了3盒，一盒的话14块钱，14块多，然后14块多买了3盒，大概45加上运费是将近50块钱，然后新用户在店里边购买，然后送了个运费，平均下来一盒片面膜大概是1.5块左右，很划算。其实吧，我感觉这面膜也就是一个补水，最近发现面膜用多之后，感觉好面膜和不好的面膜没啥大的区别，然后就随便在阿里巴巴上买了一个，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。分享到此结束。